同阿 Sean 影咗张剧照咁嘅物体，嗰个构思系你搵谂出嚟啊，定系 Sean 谂出嚟？好似系经理人谂嘅，佢谂完之后就叫我哋两个一起去影相。之后嗰日喺化妆间啱啱冇见到佢，咁经理人就话：诶，你得阵一阵同佢一起去影张相啦。我话好啊，然之后影完就去做工作啦。你有冇睇嗰张相出嚟嘅效果？有啊，因为嗰阵时系影完之后即刻俾我哋睇，系，然之后都觉得几搞笑，因为我平时好少影相嘅，同埋都好少去话真系，耶，帮我影张相咁样，所以今次系一个几有趣嘅影相体验。你有冇留意嗰个剧入边嘅角色啲嘢？同学啊，或者身边朋友会话你似咧？似，佢哋好似有话过似嘅，但系。不会话好耐，即系讲完呢个话题就即刻跳咗去第二度，所以冇一直深究呢个问题。你成日见到啲同学会唔会用呢样嘢嚟整蛊下你啊？佢哋又好少，佢哋通常同我倾偈都系倾第二样嘢，系即系佢哋有同我讲话睇过呢套戏，同埋一日睇晒成集，唔系即系成集，即系成套戏，之后就觉得哇，你咁犀利咁。我通常我都可以，但系我系听人哋解说嗰啲。你即系自己，你仲依家仲有空余时间嚟煲剧？唔系，我系得闲嘅时候咧，我上网睇，咁啱啱好睇到呢个咩《鱿鱼游戏》的解说几多分钟咁样，然之后就揿落去睇，咁就大概知道个内容系讲啲咩。因为我唔可以同呢个世界隔绝咗噶嘛，如果有个隔膜就不好了。